奖牌是冬奥会景观元素的重要内容，也充分体现着举办国的文化内涵。昨天，也就是1号，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将本届冬奥会的奖牌带到国际广播中心，30余家持权转播商被允许近距离拍摄，每家媒体只有15分钟的单独拍摄时间。由于这些奖牌都是真品，金银铜牌全部平放着，不能悬挂，不能触碰，只能由工作人员佩戴手套进行翻转。